好，我今天是主持人台，张小颖。这个，昨天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好像是我们本来已经要离开那个岛，但是突然遇到海怪袭击，然后我们就。为了拯救一个被抓走的一个路人，为了拯救路人，然后我们就为什么就到这儿了呢？但我记得，完了，我忘记了，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来这儿？祝福我的水。反正呢，我们。碎石跟铁块，这水是祝福过的水吗？中间的雕像。为什么这儿有一桶水？但我这个生火要干嘛？这滚水是要干嘛？感觉应该是要融化外面的冰块。嘿嘿，这个反正我剧情我记不太得了啦。就，反正就是我们要救人吧，我们不管到哪里都在救人。哎，我可以看一下我的日记啊。打败海怪，找到引诱海怪返回他世界的方法。那我是怎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么我突然就想起来了。对对对，我们莫名其妙，我们被困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外面现在是丧尸围城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搞定这一群海怪，然后逃离这个地方。懂啦。这玩意可不可以把这个撬下来？这是要哦，哦，有些是没有的，这个应该是没有的吧。还差一个，是不是应该往边边角角一点去找？
魔纹师序列，但不对啊，我还差的呀，这是一个什么树皮？等下，这个石头不能搬开吗？好吧，看来好像不行。那不就还是只能去寺庙找祝福过的水，可以让这棵树复苏。我觉得庙里面可能才会有祝福过的水，外面可能没有吧。树皮、绳子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这个水应该不会是祝福过的水。树皮跟麻绳、血寄生，我是不是这些东西应该是某种药的材料？可是目前好像没有剧情推动，所以我应该是还要再找到一个剧情推动点。那这里好像是没有东西了呀，所以结论还是在这个区块。海之复湖这个东西，我其实搞不是很清楚它这个是要我干嘛，而且为什么我会有个树皮呢？然后我的石头少一个，所以理论上应该也不是这个。这边也啊哦啊，Oh no！这是一颗什么？它竟然是一个结合了哗众道跟拼图的游戏吗？太邪恶了吧！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等一下！天哪，怎么会有一个这么邪恶的东西？居然会结合华容道跟拼图？但我怎么觉得他这个到底是怎么着？这个不能碰，这个不行。所以我现在是要把这个推到它的那个吗？就是推到正确位置上的意思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我应该是要先把这玩意儿。我想想，让我看看，对，这可以这样，对对对。我因为我它那个图案会让我一直觉得那个是不能移动的，但其实它可以，对。但我想想看，我现在要干嘛来着？现在应该要，Hello。结果我们昨天不是才讲到那个缺水、缺电什么的吗？结果今天就大停电了，可怕吧？昨天我们才刚刚讲完这个议题呢，马上就停了。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，这一片应该要放到这里来，我在想，所以我应该要，啊，调一下，调一调。啊，可恶！
这一片应该在这儿。这个，这片应该在哪？是不是不太搭？这好像比较搭一点。这样子的话，哇，等一下，我得把这个。这个应该啊，这片应该在这里吗？我嘞，我刚刚在干嘛？然后今天不是他今天不是突然发那个简讯吗？然后我们一下子收到，大家都吓一跳，那、怎么这是什么意思？然后他那个又写的又不清楚，然后我们根本就，然后我就上那个台电网站，然后台电网站已经挂掉了，完全没有办法查到东西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算了，反正我们那边好像也没停电，就无视它。然后回来我才看到说，原来它是分区，分 C 跟 D 区。然后我一查，发现我这边好像是 F 区，所以如果他下次又停电，就轮到我这边了。然后他就说，然后有人就说，为什么是 C 跟 D 呢？然后他们就讲到说，哦，原来是因为之前是 A 跟 B 区有停过。然后我就想起来，对，好像我记得有一年的那个夏天，某一天我坐在淡水河边。喝那个装逼喝咖啡，然后突然怎么觉得好像天气越来越热？原来是大停电，然后那一天晚上，整个淡水地区好像我们家那边好像一整晚上好像到8点还是10点电才来，你们应该还记得有一次暑假，前几年有一次暑假，那一次我家好像就是 A 区还是 B 区。因为那次我们家有停，是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间。所有碰到的人都会变成尸体。如果你想拯救这个地方，你必须把海怪引回地下世界，由奥丁神统治的地方。这个奥丁感觉没什么用。我可以打开通向他的王国的大门，但活的通常是不被允许到那儿的。你必须找到穿过那里的方法。这些人为什么总是喜欢？哎，是什么？如果箭头指向中间，药剂配方。这是受祝福的水吗？哎。好大一只瓜！受祝福的水，这里吧。吼吼，它开花了。怎么把树枝拉得低一点呢？把蟾蜍丢上去，让它树枝被压垮，看来不行。看来我们必须用合理一点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不能用这个打开，这就很奇怪。哦，是要塞到他的眼睛里，了解。吹吹看。我无法我手拉它，一个珍贵的东西。
那我们又不能用麻绳把它捆出来呢，不行，太弱了吧？哎，这里有个宝箱哎，这边有只小妖怪耶，我先看看他们有没有指示，没有。哦，有了这些配料，地下世界马上会出现，这是什么？不管，我们先把可能的东西拉出来。等一下，放树皮，然后放进一个，这是什么啊？花，对，这应该是花，是吧？哦，那我觉得可能用铁链可以把树枝给拉下来。嗯，哦。所以接下来是放，然后这是胡椒粉吗？下，我好像应该要把这个倒一倒。所有的配料，青蛙是不是配料呢？好像不是，药剂品。这样子，我有没有拿到所有的东西了？倒一倒。血寄生。然后呢？拉拉。等一下，需要盐。这是盐巴吗？需要一个小勺子，然后一个漏斗，这个东西喝了就会死，就会通往另外的世界。我还以为这是要做个什么让它不要尸变的药，结果居然不是。糟糕，变成阿飘啦！这里怎么觉得有点眼熟？啊，我要把镜子擦干净。瓶子要打开啊！这是一个什么？我这个都剥开了，为什么我没有办法？哦，可以。镊子，我要一个镊子干嘛呢？那个植物看起来非常危险。它需要一个镜子，我可不可以把这个镜子拿去泡水洗一洗？有这种事？怎么有个妹子？海怪在凡人世界是不受拘束的，我的责任不是对活着的。但如果你值得我花时间，我可以帮助你。应该还怪我被骗到这里之前，把一件很珍贵的项链丢在你们世界，把它带回来，我就帮助你。他是奥丁神吗？我的天，我以为奥丁神不是上一版的那个很看起来长得很丑的那个男的吗？那个大胡子老先生。这跟我开屏的方式就有点像，发出了奇怪的老鼠被烫到的滋滋声。彩色玻璃，
他那个声音的确是很像老鼠被烫到的声音。现在我要干嘛？我现在是要调整颜色吗？哦。让它的颜色变得一致，是吧？出现了一个小桌子，用正确的工具举起来。旧邮袋，哦，海蛇小饰品。这我们拿到这能干嘛呢？海蛇小饰品，一个珍贵的物品，属于这个底座。好，我们看可不可以把它捏出来。可以，坏了的三叉戟。我们先把他的眼睛还给他，拿走他的项链。然后呢，我们把他的项链还给这妹子。来自微不足道凡人的技能和勇气，好嘲讽啊！她是他的世界的女神，拿着这个烽火，野兽是无法抵抗她的。他看起来像那个的魔兽世界里面有一把武器叫做院长之杖，他长得很像。我想想看哦，这个长得有点……有点丑。话说今天疫情又变严重了的感觉，大家可千万不要到处乱跑。然后我今天我去，昨天我看那个群组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淡水已经有人那个在那个。超市啊，超市扫货，就那个淡水全联啊，怎么的，就有人在扫货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补充一下我的存粮？然后呢，我就去我们这边的全联，然后结果我发现我们这边的全联没什么人在扫货，东西都是满的。我们这边的人好像并不是很担心这个，不是很担心疫情。大概因为疫情都在北部吧，所以我们嘉义这边其实大家其实并不是很担心疫情的问题，所以我们真没有在扫货。但是只有一种东西我发现被卖完了，就是我喜欢的统一肉骨茶面口味被卖光了，其他居然都没有卖完，就统那个肉骨茶口味的泡面被卖完了。那我只能说，这证明这个真的很好吃。推荐统一肉骨茶口味哦。那个肉骨茶口味泡面真的很好吃哦！你从它是唯一全联唯一卖完的泡面，就知道它真的好吃。那个滴水兽好像少了一根手指。哟！等一下，它现在变成一只发光的蟾蜍了，有点可爱。我今天主要是去买鲜奶的，因为鲜奶这种东西每个礼拜都要喝，所以我主要是去买鲜奶的，顺便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补货。然后后来我看说好像大家都没怎么在扫货啊，于是我就拿了一罐鲜奶，然后再买个蛋糕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需不需要买个面？然后我就买了一包面，那种就是只有面条的那种什么什么关庙面那种类型的东西。结果我回来一打开我的柜子，我发现我的柜子里面居然已经有3大包，所以加进我今天买的那一包就有4大包了。我现在这个我的柜子里面有足够我吃大概2个月的泡面的那个面。不是，现在也不是泡面，它是非油炸面。现在我的冰箱里面有大概够我吃1个多月的那个
面条，太夸张了！我真的买完，我完全忘记我之前就有买。那既然它会出现四包，加今天买的四包，代表我前三次我也都忘记我有买啊。所以我每次去我都会买一包新的，我每次去都会买一包新的面，然后一直没有吃完，它就一直有新的面。爪形夹具，杯子，舌根角，杯子，爪形夹具是什么？这是蛇，这是。哦，这才是脚，那是什么火山岩烧？那是什么？我没听过啊，那是什么？我没听过的口味，但听起来就很辣的感觉。我是不太吃辣的呀。哈，他现在要我找两只龙的不同点吗？哦，我要调整这边的这只水滴兽。耳朵，然后这看起来也不一样呀，后脚，黑胡椒啊，不管里面藏了什么都太暗了。哎呀，这个青蛙它要安，它要那个休眠了。看看我现在可以干嘛？哎呀，好大一只小妖怪！一个齿轮，好大一颗宝石。想想看啊，应该是这个盘，哦，它是一个硬币。我记得那个什么来着，我以前比较会吃那种什么红烧牛肉面口味，那个应该算是热门口味之一了吧，红烧牛肉面。火焰宝石，灯塔火焰，啊，等一下，我刚没看到。搞定嘞！这样我们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，好快哦！但是因为我还没有下载新的游戏呢，我们啊，他居然就好，我们下礼拜一还是先来玩那个刺客教条吧。我等一下先去调调看我那个刺客教到底能不能开，因为我其实下载完之后还没有开过。我等一下我会去研究一下我的刺客教条啊，这样就过了，这个太简单了。我来去研究一下我的刺客教。今天我也要早点睡，今天好困哦。今天也是都在搞那个疫情的事情，所以中午也都没有休息到，都没有睡午觉。这几天大概一直到。他那个疫情到底确定要不要升三级？到底是二级向下还是三级往上？大概等在他确定之前，我大概都没有办法睡午觉，因为中午都很忙，都一堆人要来讨论疫情的后续的问题，就好麻烦哦。这种卡在中间到底
很多活动到底是要停办呢，还是要延期呢，就很麻烦。你说说，哎，真的就很麻烦，这几天都在搞这个东西。那反正我们下礼拜一，我先开刺客教条好了，因为之前那个巴黎圣母院那个领了就玩一下吧。对，所以我们应该先玩一下那个巴黎圣母院那个，然后玩完之后我再看就要开什么吧。对，我这两天都在弄那个1800，我这两天又开始玩1800，我跟你讲，就等一下大概会先去玩一下1800，但是1800我们之前播过了呀，所以我可能就不会再拿出来播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结束哦，我们今天只开了半个小时，我又偷懒了，今天只开了半个小时，没办法，因为我还没有下载新的游戏啊，所以我现在手上的都是之前的游戏。其实我手上下有一大堆点击解谜游戏，可是我想说，我们刺客教条这个玩多了点击游戏，我们还是要玩一个大作来平衡一下的嘛。所以我们先玩刺客教条吧，我们下礼拜一玩刺客教条，我等下先去调一下那个，确定它可以开，不要到我礼拜一，然后才发现没有办法开，就很麻烦。好啦，不管啦，希望大家有一个平安愉快的周末。你们就假装我这边轮流限电，然后我就必须轮到限电，所以我知道下线。这样想是不是开心一点？好啦，那我们就礼拜一见啦，大家拜拜。